在这里追求力量。对，不过我还有很多疑问。这个力量比我还古老，得到它的代价很高。为了复仇，你愿意牺牲什么？我会尽我所能，让大家撑过这场战争。你必须感受他的力量，他在呼唤你，去吧。敌人接近了，保持警戒。为艾尔而战，请你下令，继续前进吧。我为同胞，这次可以哦，我跟你讲，这次可以了。各位战士，准备迎战，我们关起来。命运恕我该团结，胜利，大家做得很好。你离成功不远了，抉择的时刻即将到来。你的恨意仍旧强到让你愿意做出必要的牺牲吗？你说的这是一定行的，我已经有想法了。这是原初的孵化石，它比预言还要久远。虫族就诞生于这块原始之地。在里面，一丝原质化为诸多，同类相识而变得强大，这就是最初的种族。同类相识，你会得到力量，然后失去自己，进化、转变、升华。大主教，请小心行动。你说的对，前进的路或许困难重重，但依然要前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得保护神殿，不让虫。这跟神殿有什么关系？遵命，大主教。谁下二十五万？所有系统一起。没事，我跟你讲，这把我已经知道怎么玩了。刚刚是还没有懂啊。刚就是这个凤凰太废了，好吗？那个海盗鸡不知道来干嘛。尼拉西姆一直以凯达林水晶杯保护着我们的土地，看来你的相位工匠已经学会使用它们了。是的，大族长，水晶杯的攻击力强大，射程也相当远，对我们的防御应该大有帮助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看到异化虫接近我方星河，快展开防御！我会的。完了，好像盖慢了。啊，算了，不要，好手就不要用好了。二十五万苦主，他现在蓝的还是红的啊？二十五万。大主教，我发现有大批敌军朝着我们的位置前进，
听着，受奴役的虫族，你们虽然杀了布拉克，可是他的族群活了下来。我拿下了他们的领土，还有他们的人质。那我经济多好，怎么输？族群会好好享用你们的原职。虫族大军打算从基地的东面攻过来，拦截他们。这样玩啊，算了玩。比较难守一点，这边的地形太废了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需要。哇，凤凰死光了，要去。哎，这太容易按照了吧。太容易按到了，他就是那个手游，对不对？会让你去用你很重要的东西去买到那种很废的东西，像是什么增加游戏币之类的，然后就放在那种超好按的位置。哇！这个突如其来的，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感觉不需要用。
跳。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不过我的探测器从本地的一种生物体内侦测到高浓度的太阳素。又是太阳素，他真的对太阳素很执着。哎，虽然怎么看都是只能这样玩了，不然他那个兵阵太多，根本守不住。我靠！这鸟！基地正受到攻击。新钥匙的能量阵力已经充能过半了，我们一定要守住。新钥匙。金矿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边怎么了？Oh my god！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他什么时候学会打二矿了？好期待一百等 Jacky 五 DS， 感谢续订。你的探测器正受到攻击，完了，我怎么觉得这边守不住啊？只好不弄了。护盾。建筑物的护盾也会升吗？好像也会哦。升一下。我侦测到虫族正在接近南面入口。南面入口。妈，左边还有欸。
能量输出即将到达最高点，胜利就在眼前，胜利就在眼前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基地正受到攻击，南面看起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。对，有一房，有一护盾。这个弓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，感觉应该是不会。这弓感觉不会加到他。敌人攻进来了，撑住！撑住！升级看看吗？我是觉得不会升到啦，是不是可以升升看？基地正受到攻击，我的族群很强大。我们夺取原石，我们吞噬受奴役的虫族还活着，采集他们的原石，杀！各位战士，敌人即将发动攻势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暴虐虫没打哎。击退他们。算了，没杀，本来就没要解那个。暴虐虫怎么杀啊？我不没兵呢。他的设定非常可以看隐形啊。你需要我们的服务。基地正受到攻击，金矿场已经耗尽。这道门无法通行，我们得另外找一条路。金矿场。基地正受到攻击，告别道墙，升级完成。基地正受到攻击，金矿场已经耗尽。基地正受到攻击，感觉悬念嘞，告别，怪怪的。受到攻击，我从你眼中到来。你想要基地正受到攻击，我从你眼中到来。战士们，提高戒备，虫族打算从三个方向围攻神殿。我从你眼中到来。虫族正在攻击核心主体，快击退他们！情感怪怪的，三四秒。大主教，干，等一下，十八秒，十七秒，靠飞，出事，阿贝，阿贝，七秒，阿贝，干，一秒，够了吗？哦，吓死人了。